真的假的？哎，那当时剩下的。好，趁蜡烛还没融掉，祝你生日快乐。唱歌吗？待会才接吻啊！哦，没有，结婚才会。啊，对啊，不会碰对方的，对不对？这么久，快点快点，然后开始了。一二三，祝你生日快乐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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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许愿。第一个。哎，这时候你应该叫你的。其中有一个愿是要脾气变好。管理 我以后会管理情绪。你帮他许干嘛？不会随便发脾气。你就帮我许三个。啊，已经三个了，那就不用了，就先学这个好了。看，闭眼睛呢，才准确的。一二个要讲出来。记得要说以后不要发脾气啊。一二个要讲出来。对，说第一个。说第一个是。以后不是。不是。哎、欸，其实他的心蕊很懂。第一个是那个，我身边的人都健康开心。然后第二个是考上研究所。还有第三个是。就脾气那个要说啊。第三个不用讲啊。脾气。